不知道，但刚才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仿佛在告诉我你遇到了危险，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位置。能感受到我的位置？难道那个异能对主人起作用了？那我的斗篷丢了，你跟上这个休息会儿吧。这怎么能行？万一有危险，我会来不及保护您的。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帮你守夜。之前都是你照顾我，现在你为我受了伤，就让我照顾你吧。谢谢主人。我说怎么没有吸收你的能量，原来你是在装死。这臭小子刚才威力着实不小，若不是提前注射了掠食者药剂，恐怕就凉了。苏小白，我还没找你，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好感受吧，掠食者的肉体加上 SSR 的雷电异能，还是我的终极形态，我现在可是有 B 级顶尖实力，你死定了！少啰嗦，吃我眼神！没完呢，这次我保证让他彻底凉透。来，他来到心灵亭才一个月时间，实力就已经这么强了。B 级顶尖，笑话而已。这就是安之无限的力量吗？难道我真的注定是一个失败品？掠食者药剂效果不稳定，你的身体出现了强烈的排除反应，你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是否要终止实验？哼，不，继续。虽然你通过了实验，可还是没有觉醒第二个异能，终究还是失败品。想要创造双异能的人造掠食者，我们还缺一样东西，苏小白体内的暗之无限结晶。说，为何你变成掠食者还能保持理智？你的幕后老板是谁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我倒是想知道，为何你的成长会超出预期这么多？那是因为我天赋异禀。下雨了，难道是天不亡我？苏小白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高兴得太早。主人，危险，他会控制雷电。啊，发生什么？这平儿，这小妞居然愿意替你去死，不如你也陪她一起死吧。竟然把平儿伤成这样，我要你偿命！不自量力，不自量力的是你！这家伙疯了吗？这公鸡也要打我！啊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背后的人是谁，我都会一个个找出来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看来是真的失败了。
行动失败了，李毅的信号已经消失了。以李毅的实力，绝对不会输给那个外来者。难道是情报错了？